使者来了呢，要救老汉说的好呀！空军小姐可不菜，六到你哭别见外。队友被挂不用急，弹手一炮真是帅。别忘了谁说的，当然是宝宝说的啦，嘿嘿。这黑妹把鹿头引走了，我得赶紧修一下电机，要么一会儿想修也修不了喽。黑妹还是没能听到我说完这台机，赶紧过去支援给一响，求张你一定会来这个椅子。这位小马，哎呀，你干了啥呀？你为啥去撞鹿头呀？完了，黑妹直接又倒地了，这枪白放了，可真是脑壳疼呀！我还是趁着没上椅子，赶紧修一下电机算了。强行修竟是修不动了，赶紧支援一波。妈呀，鹿头机都满级了，这一下弄不好要被秒呀！这家伙在周旋上了，不挂是有人几个意思呀？我先摸个箱子，看看能摸出来啥。咦，遥控器，要是给把枪就好了。让儿子先去修机，我先看看去支援一波。鹿头空多了，赶紧过去救人。晚了一步，黑妹飞天了。那野人你还装啥呀？还不赶紧溜呀？没好豆腐趴下了吧？让儿子先修了电机，我救野人，还是晚了一步，要过半了，把鹿头回来了，赶紧把躲一下。妈呀，被勾着了，完蛋，直接给我秒了。这个。哎，不对，这怎么差距怎么这么小了呀？完了，被追了，慢呀！一勾就给我拽过来了，这不完蛋了吧？这块条看谁咋救我呀？呵呵，真给我救回来了，这高度能躲过去可以的呀！我现在才这样，哇，这块娘趴了，难道我要扔了自己跑路吗？看来只能当儿子狗也一波了，这开最后一台电机了，难道你就真的不想自杀吗？哎，这好像是有了呢，不对，这咋还在这呢？完了，这下被发现了，妈呀，狗仔就跟人。